宝宝上学要听老师的话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爸爸再见。你是子涵的爸爸吧？你好帅啊！我是子涵的老师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以后子涵有什么事我们好沟通。不需要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宝贝说就行。找子涵说那怎么行呢？有些事得找家长，找监护人才行。是监护人，我说的宝贝是他。